2022年嘅第七題啊，咁佢就話咧，而家呢條式當佢等於零嗰陣咧，就有 equal，其實就想用 delta 啦，delta 等於零啦。我寫翻條式出嚟先啦，等於零啊嘛，佢話。好啦，咁我哋 set 翻 delta 等於零，咁跟住咧 b2 次减 4ac 等於零，144减16c 等於零，咁即係144等於16c 啦。144除16，咁計到咧就係 c 係九嘅。跟住咧，佢就要你揾 s 先係成。嗱，而家條式咧係 y 等於4s2 次加12s 加 c 减169。咁 s-intercept 咧就係 put y 等於零嘅，put y 等於零，你就會有4s2 次加12s-160等於零。咁呢度咧就冇乜嘢好做，咁 formula 零一啦吓，咁 formula 零一咧就入翻四啦、十二啦同埋-160，咁啊計到咧 s 係5同埋-8嘅。咁所以咧個 s-intercept 咧就係5同埋-8啦。